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。 MTV？ 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看不休。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看不休。错了，哎呀，这真没想到，您唱了这么几十年，还是这个老腔老调。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。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啊，六月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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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六月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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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六月六，千万不能老是不打着打着打的。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啊，六月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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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六月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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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六月六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新潮式的表演。你这样表演，他能火吗？就这么说话呀？那我也会呀、哦，你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啊，六月六我看不着，我出家六九头，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，我张不开嘴，我跟不上六。啊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啊，六月六我看不着，我出家六九头，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，我张不开嘴。老人家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啊，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？这就是语言包装，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。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，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。哦，你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